又没有过。99%，我现在说不出话来。现在已经开始没有自信了，自信之点。哎呦，子弹！哎，干，这个恶魔镰刀不冒紫光哎。跟无镰刀没什么劲啊，操杯！干，我又复活啦！我又复活啦！今天赔的都回来啦！安慰这样，你说，这个好像是999的，六级。欸，我看到这个光，我吓一跳。我看到神圣金盾呢，欸，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神圣金盾？能倒转回去？那我看到神圣金盾呢？不是啊，要拼死还差一红啊，不是两红。我没有红的啊，没有其他红。真的是不要啊！上电视，不错不错，赚回来了。我看有多少钥匙，我们来拼个黄瓦，35罐钥匙，这卖掉就有赚啊，这多少赚啊，这个连5000都没吧。恶魔镰刀多少钱啊？有6000吗？没有人卖呢。恶魔镰刀多少钱啊？你们不是武器？这是法师用的吗？6500。6500，8月18日到9月14日交易一件，成功一件，6500。不要练啦，啊，那个两一红自然中指哦。我刚刚是用紫色下去练，对不对？出紫光的，不好卖是不是？打什么韩文啊，看不懂。干，我刚才看到这个。我刚刚看到这个。很可惜耶。干，怎么又是这个？我不要这个啊！花香也不够啊！要拼什么啊？我建议一下，韩国人在讲什么？看不懂啊！我们有两个韩国人。哎，欸，我不让台湾。阿尼亚西哦，台湾，对台湾，台湾给他看这个。哎，欸，帮我，我们30几个药水要做什么？对啊，怎么突然一堆韩国人？要丢谷歌翻译。
天堂 M 分子，好像是哎。我们做一发好了啦，保底软瓦不够啊，要两张，要两包哎。总觉得我该下播了啦，好，最后一包不行啊，要两张软瓦，长得像欧巴。好了好了，做这个啦。既然有韩国来，我们做这个吧。最高级变真抽卡券制作，给我个蓝色也好。框起来，框起来，各位框起来。蓝瓦来不及了，我要蓝瓦干嘛？蓝瓦要两张才可以合啊。多变真有可能会补到卡池啊！来哦，真史奇蓝要不要出呢？我要真史奇蓝或真史奇红。来，三秒，一波七呀、啊！今天的精华就是这一段了、啊，一波七，一波六啊！最高级变身抽卡券。下去，不要绿色的都好。台湾 number one 没有啊，贪吞，我是倒数 number one。来哦，真实期，蓝的红的都好。自信之点，哦，闪电，没了，有纸变了，有纸变了。呵呵，兔哥。HP 负200，我的桌子 HP 10000多啊。我今天只是回归原点啊，爆了一颗腐蚀，然后爆了一件加七的内衣，我真的好不爽，我真的好不爽，我真的好不爽，别逼我解开哦，靠，别逼我解开哦。锁起来，锁起来没用哎、欸！干，没有东西可以弄了啦！啊，对了，不然点一个加七的来卖，这个加七会不会比较好卖？也必有解开哦！靠背，这加零哦！啊！啊！我，那家里呢？怎么对我连到家里呢？
哎，我没玩过法师啊，我不喜欢啊。到了啦，不要爆啊，不然我玩不下去啊。我天哪，恶魔镰刀啊！哎呀，会不会过呢？加一恶魔镰刀。